法师年高德少，学生众多。有一年诊查得肺炎，经住院手术疗护，终于控制病情。那一整年，他的学生们天天祈求佛菩萨加倍。一位在海外进修的法师回忆说，那时心里很不安，恐怕完成学业再回国就见不着师父了，就跟知众说要回国探望。结果师父劈头对他说，你还是好好的修学，不要中断学业。于是他明白了一件事，在佛门里，师生情谊是法的延续与传承，不是在儿女情长，表达了礼义也就可以了。歇后语，斩断后路，正是推着你体验真正的自依止、法依止。